这是地狱哎、欸！是哇哦哇哦，箱子里面很多哇哦，很多黄金东西哇哦，可以可以。这个石头你看特别奇怪，是洞挖掉还一整样。你看你看，先拔掉先挖的，不然现在鹦鹉受伤啊！哎呦，有一个金块在旁边，好家伙！你看你看这里，看这里，我挖掉挖掉，你也过来吸一下。哭泣的黑曜石。有什么分？有什么分别？哦，这些东西都不是很值得拿。哦，多少金块基本上又没有什么。是，哎，这又是别个地带哦，别的沙漠。哎，这里是温带。是这里啊？是，我觉得我们不要来边先，我们背包也不够放啊。Two hours later。啊！我的鹦鹉被炸死。啊 ？Creeper。先被 Creeper 炸死，哎呀，感谢。我就这里坐下来了就好。对呀、啊，从一般上不会带出去，很容易发生这种意外，这就很烦了。我这个它就有效率不？哎，要躲有没有那个幸运在里面吗？可以附魔我的那个钻石剑啊，算了，送到钻石剑先。急退二，锋利四，可以不错。你看看啊，钻石镐有没有食欲鸟？还是效率四哎，没办法、啊。哦，可以，又刷到一些机甲。我在做了一个钻石镐。哎，这为什么做了这个钻石镐？哎，我的钻石镐不给了你，是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在我身上。哦，在那个箱子里面，我就拥有一半。其实不用做一个钻石镐，你可以修复他们的。哎，讲修复来着。不是要用铁匠哦，那个是要想弄我三个 iron block 是吗？我还哦，三个 iron block， 哇，好贵啊！这个1992983927个铁，再加哦，好贵，再加上面四个，所以总共就31个铁。我放在哪里？慢慢延伸去这里。铁镐，我要抓石镐。我要用两个 diamond 才修得完，行吧，也算值得吧。哎，还不弄个新的样子的话，我笑了。哎，反正我们都要弄新一把先，弄新一把先。哎啊，你去看看你的附魔什么？三色级那个耐久。三色级是耐久三。丢给我一下那个 diamond 镐呀，看看。我的呢？我是效率四哦，更好啊。我效率也就挖矿效率。是，不过要时运，他一般上不会只跑一个出来哦。那时运是真的很……效率四跟耐久三，好家伙，可以。嗯，是不错哦。讲道理，那如果把他这个跟这个合成，要是我可以合成那个幸运玉，可是我觉得幸运玉不是很好用啊。熟悉的缩放键开始吧，春天。哎、啊，这么我身上有一个烤马铃薯的丢油是吗？又没有马铃薯？没有啊，我在这里，我在哎，丢了。啊，这，这个应该要打击痛。哎呀，我糊涂了，这是唯一一个是吗？是啊，唯一一个，我很奇怪，这我把一只我先拿去种。我可以把烤熟的还原器补充了吗？六月九号，新的版本。六月九号，是六月九号咳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躺着害羞看 Minecraft。今天我们跟陈年继续1.17版本的生存。哟。陈年朋友来找你啊！好家伙，真是他！好家伙，我没有这个朋友啊、哦，不能是你。是啊，他还是特别的。好家伙，这什么玩意？可以解释一下吗？这是养鸡台，可是它没有鸡。哦，我就做一个模型。然后你看旁边那个牛粪，怎么被挤到去旁边的吗？好家伙，怎么进去？我刚刚看的时候还是一只，好像有两次啊。一如既往的。东哥，什么呀？哦，他要活，好家伙，那么多的你，有没有跳啊？怎么笑 ？OK， 我们现在干嘛？你有那个附魔镐吗？我的附魔镐合成的怎样？
一把一把是普通的，可是用了一半了啊。一把是这个时运用了一半了啊。然后一把是刚刚我那把。Okay. 有哪一把？我拿时运。拿时运 ，OK。现在东西交给你哇，丢掉吗？你不要跟我讲丢那个钻石镐。没有，我丢了一个栏杆这样的东西。我们那个龙。哦，我想到熔岩在哪里？快乐的游泳。啊，去地狱的之前要准备一些方块。哎，拿起我们的，我们开个箱子。黑曜石，我们要十个。OK， 来哟。我们的地狱门要放在哪里？地狱门啊？等一下。有 Enderman， 成立有 Enderman， 去干掉他 Enderman。哦，干。对。哎，我卡了。你是打还是有点慌啊？给我拿到一个中介蜘蛛，还有一朵沙。哎，我突然想到，如果我的钻石戒有那个掠夺，可以拿更多的材料。是哦，那个也是蛮重要的，那个也是蛮重要的，讲真的。你要放怎样？你要怎样放？来挖一个洞进去。拿这点，把全部给你建了。你这样就很不自然了。你要用沙的话是完全没有办法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身上有一个中介珍珠，差一点出事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收集那个什么火棒那东西啊。Let's go， 终于可以进去哦。Let's go， 地狱之旅。去地狱要挖什么来着？不懂哦，可能一开眼就我们必须更深入一点。Oh. 这是什么地方？哇，好危险啊！这里。下面有点，哎呀，先扑掉这些地方。好危险啊！这里。啊，不奈的是呢，你用沙扑不是吧，朋友？你小心挖这里啊！这个什么石？这个是什么石头啊？我看看。哎，有新配方、哦。玄武岩？为什么在地狱可以拿到玄武岩？是有新配方，不然应该是……哎，这个是什么玩意啊？鹅卵石？哎，不，什么鬼？哎，一直都是你拿到啊，笑了。也是玄武岩来的这个。哇，上面跟旁边看起来不一样啊！下面有史莱姆，哇，这有岩浆，好巧，没有往上挖，真的是好阴森的声音啊！这里我们要挖这个岩浆块回去啊，等挖一点先啊。岩浆块用来刷怪用。我们在很高的地方哎、欸，讲道理，我看到一个岩史 M 哦，哎、欸、不，岩史 M 什么鬼？岩石。火石母，好多火石母这里。它确实叫岩石，在麦克。有点慌啊，挺难。好来啊，小心一点啊。哦，一刀死！哎，他们的材料电岩浆，哇塞，电！好家伙！哎喂！之前我们回去我们的这里很安全点应该。哎，他下来，他下不来啊！他下来了，他下来了。有史莱姆球？没有哎，他什么都没有掉哎，怎么这样子？他是退掉什么理由？那个岩球岩史莱姆球啊，疯掉很，不要漏一个洞在这边。要用手打是吗？我记得到最后那边啊，要用手打。嗷！哎呀，好痛啊！痛！我该用，你可以用盾顶啊，可以用盾顶。哎、欸，我们竟然给这个岩石木卡住了，真是我笑了。哎、敢放洞了吗？因为下面有岩浆。好家伙！哎、欸，有啊，有球，有球、啊，有球、啊。哎、欸，在这边打他们东西掉去岩浆不好、哦。哎呀，先要把岩浆封掉。哎呀，看一下有多方块。可以留着小的是吗？这小的打不到我们的，是小的打不到我们的，哎，是吗？打不到我们的是吗？啊，是打不到我们。这问题是哎，问题是你留着小的，他掉那东西的几率很低。哎，小的还是打到我们。是，他掉那东西的几率好低啊。我是拿到一粒哦。
我也是拿 ED 嘛，仅此而已。然后我们选你有点大。是的，我们正常讲应该要去找一个城堡之类的地方。对对对，这岩浆多到分不完。哇，这个洞！真的，你的那种地下标本王。我觉得也是有必要这样子。我的石头用完了，我笑了。好家，我带有一组过来不够用了。以前的地狱不是这样子。是的，以前地狱不是这样。以前地狱随便。完全编到完了，我都问我是这是一点十六是吗？我们上次是在那个 Alpha 那边更新。我问我一点十七好像没有新加什么地狱的内容啊。现在只有一点一六了。我们要往这边走。我看到有荧光灯那边，可是基本上是不可能拿到啊。我不敢去猜。什么鬼地方到底？哇，我这里好危险！这效率高，恐怕一哈哇哇，这里玩的好快呀、啊！好家伙，效率。我好像挖到其他东西。哎，我挖到一个地方啊，我还是一样的地方啊，算了算了，有岩石母在那边，有蘑菇、哦哎、感觉很多好多洞啊，这里我还敢随便走，没有看到那个 EIE 哦，那东西啊，我们在很高的地方。哎、欸，那个什么鬼、啊？哎，没有，也是一样哦。这个地的地方好像不是很好，我们选到的地方。是的，没有错。很多这种，我们不想走这里，讲真的。很多小洞啊，很阴间一下，都是岩石 M。我们要不要回去算了？我看这边没有什么东西，而且他们一直追上来哦。他们虽然可爱，可是有点怕。不是他怕他打死我，是怕他击退到我一个岩浆。让我们先击退他们，先发制人。可以。好的。哇，痛哦！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。是。啊 ！What the heck， 教练？为什么？是的，别冲我死。是的，别冲我死。为什么身上有水桶啊？谁倒霉？我照不掉你身上的钱，先撤退，先撤退！哇哇，又来一个大、啊，好，好掉、哦！我看到我们的传送点有那个史莱姆，啊哦，那个火神母！哎呀，我卡！哇哇哇，很多洞，这里很多洞，我捡到一半了，等下我先躲在一个洞里面，不会跳上来吧？看到是没有掉下来。哦，你吓到我，还以为什么鬼跑过来啊！真是。床啊！为什么要拿着南瓜、西瓜这东西？还有活塞，你整理了什么鬼？禁言 SM 不可怕，可怕是他击退你到某个地方。我这货真的被岩石 SM 打。我更怕是被他推我到岩浆里面死掉，然后东西不见。我都忘记。我听到那个什么？哎，真的有一二一的声音啊，在上面这样。有点怪怪，可是就这样吧，越怪越好。哎，这里都是一望无际一样的地方哎呀。哎，这都是地狱。这不是我认识的，这不是我认识的地狱。你看我们在上面吗？还是我们要？去上面，上面感觉比较有。我感觉我们回去建在别的地方建一个地狱门了，这里的太高啊，我好像什么都没有拿到。我们建远一点吧。哎、欸，你帮我回去拿两组石头回来，什么方块可以，主要是拿来哦，啊不就来补那种洞。两组需要这样多？是哦，该一组很快就完了、哦，啪的一下没了。我是有岩浆。来，我们第二次启程。这是还是一样的。我听到那个的，哎、欸，就差那么一点点呢。回去，果然不够远。
回血了，不够远。再见了 ，Yes Sam。我笑了。哎呀，我被击退了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哎呦，吓死吓吓我一跳，真的是。哎呀，来，我们去多一趟。我放在那个甘蔗后面了。这是哪里？哎，还卡，讲讲啊。算了，你过来就懂了。老哥，这挖个鬼！真的，我们讲想都下不去的嘛。我们这个就在很高的地方。没有啊，有两种方法，一个往上去，一个往下去，都要很多石头。一个往上走，一个往下走，你看到吗？我们在讲的地方，下面都是这样子。我们在讲的地方，多这样尴尬啊！这样就往上去了，没有办法。往上也是暴走。大背可能是我们的机会。我只想到，即使我们在有那个滑翔翼也是很难。好不用啊，这个楼梯弄高，你不弄后哦。我看到井啊，是怎样走这个地？这样箱子不好走啊。好家伙，是不是这里带多点石头来？啊、哦，用完了一组。我找到这个石英啊。就一颗了、啊，石英收多一点，收多一点，能收多一点收。诶，这是石英吗？都没有拿到啊！哦，在下面。哇，下面的岩石数量真的是，有那什么呀 ？The heck is that？ 请你过一下，你这里往下面看，你看到一个红色的东西啊？那是猪啊？我不知道是猪还是什么，好像是新生物而已啊。对呀、啊，但是我记得没有记错的话，看到那些新东西是你可以骑在它身上，你可以驯服它。是的，没有错，可以骑啊，可以驯服。是，然后在岩浆上面行走自如。好家伙，这个小……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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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家伙，看下前面有什么。哎，你小心点，我怕。哎呦，哇！我还在前面扩大那个视野。你呀、啊。我很庆幸我们管了 PVP 啊，不小心打到我。好家伙！哇哇哇！原来我们在降极限的挖石的。是的，没有错。一个不小心就是地狱。哎呀，这里是哪里？ここはどこ？哇，乱七八糟的。你有时运搞的？没有没有，在你身上。啊，走。你可以带几把出去？我应该带两把，少了一把。啊？什么？完了，不见了一把。不见了最重要的。干嘛带两把出去？我怀疑你背包是不是没有整理过？真的？是的，我背包完全没有整理，我没有整理这种东西的。完了，我们少了一把水晶镐。哇，危险啊！17个石英，高啊！这里这怎么办呢？自动难关应该没什么问题。是，哎呦，这东西怎么高？